大家好，奇特之美，圆顶之最，探讨奇美博物馆服务品质与参访者满意度之研究。其实人的寿命吼，顶多是走到九十岁、一百岁，那博物馆是永远的。但你讲哪在雕，用来做点博物馆。奇美博物馆的故事，创办人许文龙先生的梦想。2015年1月1日，这座富含人类智慧结晶、以时光流转的梦想城堡，正式向大众开放。一座属于大众的博物馆，奇美博物馆以西洋艺术、乐器、自然史与兵器为主要馆藏方向，期待在台湾建立起一个让大家都看得懂、听得懂的藏品美学场域。圆顶是城市收藏知识与艺术的所在。FB 2015年底公告，奇美博物馆是台湾热门景点打卡第一名。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服务品质是否符合参访者的期待？又有哪些服务是可以继续精进的呢？虽然我们只是高职生，但也想一起尽一份心力。你们要研究什么呢？了解参访者对服务品质的行前期望与实际感受，进行 IPA 分析，将研究结果和建议透过焦点团体访谈供有序经营之参考，提出改善计划与馆方共同推行。要如何研究呢？我们结合所学，利用文献探讨法、问卷调查法、焦点团体访谈法，还有实际操作法，了解参访者对奇美博物馆的新鲜期望与实际感受，进行服务品质的调查，并运用 IPA 分析来决定优先改善的顺序。要如何衡量服务品质呢？我们将服务品质分为五大构面、40个题项，共发放300份问卷，有效问卷278份。参访者基本资料为19到24岁，学生、台南人居多。参观特性多数为第一次参观，主要交通工具为汽车。满意度较低者有以下几点，例如馆方人员积极主动推动各项活动。我们将实际感受减掉行前期望所形成的差距有以下几点，例如 C1 C2 展示区户外提供充足座位以供休息。什么是 IPA 分析呢？就是重要性绩效分析，以 X 轴为重要度， Y 轴为满意度，两者的平均值为中心点，将40个题项分布在4个象限，其中落在第四象限的有以上6点，例如提供充足座位以供休息，是参访者认为很重要但不满意的，奇美博物馆应优先改善。哇，你们把课本教的资料分析都派上用场了呢。对啊，我们将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并提出具体建议，与郭玲玲和廖婉如两位副馆长及所带领的团队进行互动式的讨论，获得馆方的肯定以及对议题深入的解说。 IPA 列为应优先改善，展示区提供充足座位以供休息，本研究建议奇美博物馆在馆内多增设座位。馆方回应，因参访者时常和坐着聊天，造成声音在馆厅内回荡，将石椅撤除，改为木质长椅移至别处。经过讨论，我们建议可吸引参访者至餐厅或礼品部休息消费，户外提供充足座位以供休息，本研究建议增设座椅和遮阳设施。馆方回应，馆厅正门前因为破坏关税较难设置，正加盖通往文仙停车场途中的遮阳棚。满意度较低方面，活动资讯容易取得，馆方主动推动各项活动，本研究建议结合网络行销所学，投入更多资源在 FB 粉丝页，例如按赞送赠品。馆方回应，希望参访者是因为肯定鼓励，想得到奇美博物馆资讯参展，而不是因为赠品。本研究对于馆方的坚持理念相当的肯定，因此我们将按赞送赠品的方式改为举办粉丝页打卡框拍照等各项活动，本研究实地实施此计划。活动期间所拍的300多张照片由馆方传至奇美博物馆粉丝页相簿，也促成高中直升志工服务学习的机会，后续以志工的方式继续推行。为了庆祝10万粉丝达成，与奇美博物馆共同推动活动一，来跟粉丝页合照吧，活动二，拍照吧动物们。好，1、2、3。本专题研究成果，焦点团体访谈，后续 FB 粉丝专业活动成效卓越，对馆方提升服务品质有诸多参考建议，因此奇美博物馆颁予感谢状。馆方希望针对以上需优先改善的题项及差距较大者，可做更进一步的资料分析和深入的研究。访谈后的后续研究，本研究针对不同背景进行 IPA 探索性分析，并再对参访者进行深入的访谈。除了全样本 IPA 分析之外，根据基本资料、年龄、居住地及职业共8个群体做探索性分析，整理出不同背景认为最需优先改善的部分。以下画底线的题项与全样本不同，不同的年龄，25到54岁认为 A5 购票过程简便应优先改善；不同的居住地，
台南认为 A3 停车场空间足够，应优先改善。不同的职业针对需优先改善及差距较大者的提项，设计问卷访谈题目，共调查49位参访者。关于展示区与户外，建议增设座位及遮阳设施；关于馆外交通，建议增加公车班次与火车站间人行道。本研究结论已于刚刚的报告中逐项说明。建议增设休息区、寄物哺乳室等设备的改善，馆内安排动线更流畅，改善馆外交通，重视网络行销，邀请各高中职学生参与志工行列。谢谢聆听。重要的有一间美术馆就博物馆，我是人工设施盖好，即个后代人会当继续一直养成。